好了，刚刚从郭富城，现在变成王嘉尔，刚刚怎么这样呢？好了，刚刚你还是处在很惊悚的状态吗？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尝试办这样的母语演唱会，然后有些朋友比较熟悉我，其实这不是我平常做的事情。好了，那就回归自己了。其实不瞒你们说了，你们都还好，今天第一次看我这样表演的是我爸爸。真的很紧张，今天要上台，为了这场表演，做了很多功课，然后真的谢谢大家来看苏斌表演，谢谢你们。这样的音量哦。我要证明给我爸爸看，说我是林俊杰界的偶像歌手。一首歌是因为我爸爸才写的。